香港電影畫都會見到天下一的名字。我覺得呢個題材對整個社會都有好正面嘅影響。我哋好想去祝福呢個社會，祝福呢個世界。嚟睇五個小孩的太陽。比較現代年輕人關注嘅世界，同呢個社會掛鈎，所以我想拍呢、這個。我哋部戲叫《愛革命》，愛情啦、動作啦，當然嗰啲動作係打架嗰啲動作啦。從中兩地文化嘅差異就搞咗好多笑話。這是兩地的取景，會做這些比較有趣的故事，當然又會有一些衝突。其實係講一班後生仔有咗錢之後，反而係迷失咗佢自己。今日我係一個監製。咁我覺得呢個名咧變咗好容易，俾大家有一個共鳴啊！咁所以我哋個名字就改咗呢個叫死開啲啦。啊，叫做死開啲啦！俾咗好多我嘅第一次我。Apple 呢個女仔係因為由細到大經歷好多嘅嘢而變成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塑造到佢而家嘅角色。我喺電影入面就扮演一個鬼佬，你唔使扮喎。陀地驅魔人係我 inspire from YouTube 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想做一件。好自己嘅嘢啦，咁我以為佢揾我做演員嘅，加菲戲入邊角色嘅好朋友，變到我自己都同驅鬼好有關係咯。帶佢去捉鬼啦，即係半信半疑嘅，係咪㗎？咁啊，孭住咁樣去捉鬼，咁咪產生啲又好笑啊又驚嘅事情發生。同心共創好電影，天下一 One Cool。